矛盾怎么打啊？当然掉了哦，其实蛮赚的，改进机身换 biu biu 枪，其实还蛮赚的。我干嘛呢？你觉得是谁害的？太可惜了，我怎么假没掉嘞？我的要求就那么多，就是吴少宇掉假，然后什么都掉，怎么会没有嘞？干嘛拿这个东西来恶心人呢？搞不好很强。搞不好真的很强。他一定很强。快呀！有没有那种可以开场就一定有人头可以打的？